大家好，飞云武术，又你嗰阵时间又到啦，李师傅你好，老会长你好，好啦，咁啊，我哋咧就今日亦收到好多朋友呢啲系嘅问题啦，咁我哋就将佢整理，咁啊，亦系做一个问答嘅环节啦，好啊，咁呢个问题咧就咁问嘅，佢话学武术咧系从一而终，跟一个师傅学啊，系，定系广采博纳，跟唔同嘅门派。 吸取佢精华，边一个方法会好啲咧？师傅，其实呢个问题，如果系站喺我个人对功夫嘅态度，我觉得咧学多啲师傅系冇害嘅。冇害嘅，但系咧亦都同啲朋友经常讲到呢问题，就话你学得门派太多咧，你系掌握唔到嗰个门派嘅一啲风格或者特点，因为你可能呢度学一年，呢度学半年咧，始终都系一个好皮毛嘅初阶。如果我个人嘅意见，觉得话你首先有一个。 本身嘅主项目先，系啦，譬如我学大乘劈卦嘅，我学咗10年8载啦，对呢方面咧，我有一个较为深入嘅认知嘅时咧，咁你从呢个大乘劈卦角度里边咧，去点样欣赏其他门派嘅功夫，好啊，咁啊再配合你自己个人嘅喜好啦，我哋咧就可以去学多啲或者理解多啲唔同其他门派功夫咧，再嚟充实翻你自己本身嘅认知咧，我觉得呢个系相对比较系扎实啲嘅。 咁係嘅，即係我記得啊，耿德海師公佢都係好多種功夫，係啊，好多師傅。咁啊，即係意思就話咧，就唔係話你好似蜻蜓點水，每樣都學一啲，學啲，咁咧就根本學唔到。因為你蜻蜓點水，你讀到都係一個初階。係啊。咁你學10種功夫，都學咗10種功夫嘅初階，咁你有咩好處咧？多數初階都係基本上差唔多嘅啫。差唔多就係咯，好啲嘢嚟嘅。 咁即系话咧，你对某一种功夫学得差不多一个，即系你觉得有一个水准，一个阶段系即系好扎实啦。咁你系再吸取其他门派嘅一啲，即系精华都系好嘅。嗱，你首先有一个主体，呢个主体咧，我都系比较扎实啲嘅基本功，了解强啲嘅内容，讲俾我知道啊。可以从呢个嘅主体嘅向外望，可以睇下分析下其他门派嘅功夫，边啲长处啊，边对咩好处啊。 咁你吸纳咧会相对好啲。即系其实咧唔系话即系嗰个门派嘅之见，而话咧即系你学好咗扎实咗啦，你再学其他咧吸收都系比较更加好嘅。冇错。如果唔系咧，你就都系你学咗呢个第一个功夫，咁啊学得唔多，咁学第二个功夫，咁你可能你都唔知。你唔知点样比对边个好处啊，或者唔好处，你分析唔到出嚟。可能你放弃咗第一个，就跟第二个，好跟住就跟第三个，就放喺第二第一、第二咁，即系成日都系。 其实呢度系好多学功夫嘅朋友咧，都遇到问题就话，佢好中学功夫，但系门派太多咧，变咗你打长拳嘅唔似长拳，打南拳嘅唔似南拳，打太极拳嘅唔似太极拳咧，呢个就系你头先讲嘅，因为度度都系蜻蜓点水点一点。即系呢个反而不利，如果系学一定嘅基础之后学咧就应该有基础好啲。系OK，好，咁啊，另一个问题就话，大乘劈卦有边一啲基本？ 有边啲基本招式咧，系可以概括为呢个门派嘅核心功夫嘅，师傅？其实基本招式咧，我系可以有几个讲法，譬如我哋嘅基本功先啦，譬如我哋打榜啊、穿手啊、马步进退式啊，呢啲系基本功。但喺我哋劈卦拳嘅套路里边咧，其实好多时咧都全啲动作出现嘅。咁如果喺套路里边嘅招式，多数咧都系以劈卦，例如连环劈卦或者系。 一个单臂嘅劈卦，呢啲咧嘅招式系出现得多啲。咁如果你话喺呢度咧，你经常练习或者你掌握得好啲咧，咁变咗你演绎我哋大乘劈卦门嘅功夫咧，你系比较容易啲，同埋比较咧系即系呢啲核心嘅动作咧，系出现嘅次数较多嘅。即系一睇就知道呢个大乘劈卦门。系啦，冇错啦。即系有个标志性嘅一啲啦。冇错啦。咁但系就唔多嘅。 应该就唔系话好繁多咁样，即系都系几个招式，都系以劈卦为主啦。OK， 咁即系都有呢个招式嘅，唔知呢啲朋友佢关心系咪佢想嚟学，想嚟了解系咪呢个学啲核心功夫先吓。好啦，咁啊嚟紧呢个问题咧就有啲特别，佢话咧何谓三尖对同埋五公式？
兩者有咩分別，師傅？啊，我諗呢位朋友咧都好中意睇啲古籍嘅功夫書啊，因為呢啲係啲傳統功夫嘅叫法嚟。現代學功夫咧，好少人講咩三尖對五公式嘅。其實三尖對咧就係話我哋對敵嗰陣時，攻防其順時咧，咁我有一個肢體嘅擺設，點樣去保護自己啊，方便進攻。咁啊要求咩三尖點咧？鼻尖、手尖、手尖向下咁垂直咧。就是腳尖，形成一個類似九十度角的動作出嚟。你一個咁嘅擺設，即係咁樣嘅擺設，會保護自己啊。唔闊嘅喎，都窄嘅喎。喺我覺得咧，就係比較係窄啲。咁如果喺我哋即係大乘劈掛門嘅，我啲三尖咧，通常我哋就冇一個咁硬性嘅規限。咁我只不過係眼睛、手腳都朝住一個方向，咁啊比較拉得比較寬闊啲，就變咗靈活啲啦。咁另外講到五公式咧，五公式其實係咩嚟咧？就話兩隻手，兩隻腳，加埋我哋身體，咁啊五件啦，五個身體嘅部分喺度啦。咁啊五功咧就係彎，咁即係話我哋手要彎曲，腳要彎曲，身體都要彎曲。咁呢個咧有少少類似咩？類似而家喺一啲西洋拳裏邊啊，啲拳手咧佢都用一個五功式咁嚟做嘅。咁呢個其實呢個咧雖然呢個説話係好耐以前啲老前輩講落。咁但係你去到而家現時認為最科學嘅拳擊咧就係西洋拳，佢都用緊呢個招式。佢哋西洋拳咧擺設咧就係五公式，因為咁樣咧手腳咧係靈活快速咁樣移動，同埋咧進攻嗰時咧可以蹬腳啦，將個腰伸起啦，隻手打出去咧速度係好快，連貫性好強嘅。咁我啱啱睇呢個問題嘅時候咧，我諗下會唔會瑜伽裏面有個公式嗰啲佢有冇混淆到？瑜伽嘅公式我就唔知點做，但係如果你話，我哋傳統功夫嘅所謂五功式咧，就係頭先我講嗰啲啦，就係嗰雙手雙腳啦，身體都要保持一個彎曲，一個合理嘅弧度喺度。即係呢個係作戰或者係對壘嘅時候一個準備。係啦，冇錯。OK， 好。咁啊，呢個希望解答到呢個朋友嘅疑難啦。咁啊，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。咁就希望大家繼續留意我哋嘅網站啦，因為我哋都有最新嘅一啲係工作坊嘅消息嘅。咁大家希望喺度咧睇到之後，合時間嘅就參加報名啦。OK， 多謝曬，拜拜。拜拜。